我去过泰国。哎，我也去过，我也去过。没有，那就是你自己啊。怎么会这个问题？我玩过蹦极了。没玩过。没有。我玩过跳床的蹦极算吗？那谁没玩过？行行行。蹦过呀？没有。挺慌。耶。我胖到过130斤。130斤。我妈呀！我妈呀！拜拜，这得拜。胖了那么几斤的样子，我很后悔当初没有再多吃几口。都拜了啊，都拜了，130斤啊！怎么引以为豪呢？好，赵月，那我们可太多了。哎呦，我被抢过炸鸡，这真的是抢劫的那种抢。不是，是陌生人吗？就是陌生人不认识的人过来说你炸鸡拿出来，我就给。小学生吧，很小。哎呦，我入团了，一那个时候是偶像的时候。拜拜。那我没了呀，还有一只手。哦，10根手指。哦，吓死我了。我有4个耳洞。哦，没有，我有俩。我过过钢琴10级，英国的那个8级算吧，算，放我就完事儿。我有幼师那个教师资格证，我也有。那好完了，我们俩有吗？我在国外待过10年。我走了，我也走了。我演戏恐怖片，掰了。我可以10天瘦6斤，很容易啊。我没有，放就完事儿。那我要走了呀，翟凡。哎，这个反转啊。我想看我啥呢？算我求你，快给张一凡送走。我是韩国美容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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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容院，美容院呢？他只差一个，快把他搬走。你送一送西里，他剩俩，10年芭蕾。嗯，拜，就靠你了。我拔了4颗智齿，我快要去拔了，我还你别说什么快呀 ，sorry， 加油你，我告诉你，干嘛？你走了，送你走。我在海外出道过，我也出道过，在什么呢？海外。You debuted overseas. 哦，所以你走了。我6岁，我是。花样游泳，哎，我差一个，哎，你把他们，把他送走，先把那个你送走，太简单了，我是巴啦啦小魔仙，我是巴啦啦小魔仙，给你吧，给你选，我选不到，我有一个。我在非洲穿过人鱼装游泳。不行，没有啊。这种人就是赢在了人生经历，把自己的人生活到了极致。极致。我被抢过炸鸡。哎呦，没有眼。我是巴啦啦小魔仙。我在非洲穿过人鱼装游泳。我从15岁到现在一直在有接头发。哦，你现在就没接头发呀？我现在就没在接。奶奶赢了，奶奶赢了，耶！恭喜奶奶是我们这个游戏的冠军。惩罚措施就是由冠军来指导，率先出局的4个人拍卖萌的鬼脸照并发微博。我准备好了，很紧张。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！你是我的粉丝。这样的表情大一点，明显一点。请问是过去都得张嘴吗？是这个流程是吧？一个过去吃它。我喜欢这个表情。你拿你的抽马尾，然后眼睛分开。对，大一点，你的嘴大一点。往美丽一点，
果子，谢谢。谁要吃？海棠。海棠什么东西啊？就跟苹果一样，我亲自摘的。我跟小远。饭后一个水果，